级无敌蠢。迟钝是因为在心中盘算，城府之深无人能及。有选择的坏，看着很霸气，其实是个傻白甜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伪善的绝佳高手，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喜恶。笨到家，没有丝毫的心机，看似成熟，实则单纯。懒得有城府，压根不知城府为何物。